开饭了，今天吃这个干煸豆角，沙海椒，真的肉，还有个辣椒，炒豆角。眼睁睁的看着它掉下去了。今天我们吃个凉拌的折耳根。今天我孕不说，今天田里吃草啊，今天种的那个大棒骨，进了酱辣椒，进鸡蛋，这是土豆还是鸡蛋呢？啊，南瓜尖，开始。这样的菜大家喜欢吃哪个菜？嗯，荤的素的，今天荤素搭配哈。今天起来的早，
哎呀，早上吃点，喝了点粥，过早了今天。嗯，怎么还插个菜呀、啊？哎，助理，助理，快把那个黄瓜皮搞来呀、啊！怎么忘记了？什么？要什么？你说要什么？忘记了一个菜都没给我搞。要饭。要饭要菜，嗯，要菜。啊，来点黄瓜皮你们嘛啊。拍个封面。你是不是那个手不好夹哟？谁都不好夹，就是刚才上把手把手搞伤了。这样夹。把手搞伤了，今天。拍个封面。够了不？够了。啊，喜欢吃黄瓜皮你们看啊，一瓶磨磨煮成的水给别人看一下噻。慌慌慌，就这种黄瓜皮嘛哈，一瓶13.8啊，微微拿，脆，嘎嘣脆哈，特别脆。别把饭挡住了。对对，特别脆这个黄瓜皮哈，嗯，2瓶25.8，1瓶13.8，嘎嘣脆啊，下饭神器哈，下稀饭下干饭啊都可以。这个季节首选。嗯，首选。首选这个。必须的，对。开整开整。嗯，这黄瓜皮老脆了，嗯。没黄瓜皮做不这碗菜，这碗饭吃不下去啊！嗯，有的时候我这个头型不好看，我感觉挺好的呀，这个头型帅呆了，真的是，感觉真的。啊，碰到个熟人说，他说他怎么长这么年轻，才18岁，他是个这个孩子，嗯，好像是好长时间看到了，越长越年轻，18岁了。嗯，这黄瓜皮，嗯，
现在拍照了啊，时间不够了。